咁今日咧就要拍我嘅新系列嚟问你五条问题嘅啫，五万你答到晒五条啦，就一千蚊。答唔迟，你嘅契弟冇阴谋啦。点解叫我契弟？罗 B 果然真系信任到你，唔解唔到罗 B 就第一个攞到你一千蚊嘅人。正确答案啊 ！D， 我屌啊！玩嘢喎、啊，你啲题全部陷阱题嚟嘅。神婆啊，我想睇下我今年嘅运程啊。我算到你命中最后有一劫。吓、啊！咁要点化解啊？要化解就要用 ShutterVPN。ShutterVPN 系世界上发展得最快嘅 VPN 品牌之一，可以将各种恶意软件或者网络调研挡于门外，仲可以令各种广告同跟踪装置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哦 ，ShutterVPN 我最熟啦，一用埋我独有嘅 promo code Maven， 即刻有呢个 83% off 嘅优惠，即系17折，同埋仲可以额外免费享用3个月啦，仲快试下，支持 ShutterVPN， 即系支持我，多谢你哋。OK， 大家好啊！大家见到我身后面呢封墙啦，就系、是、我翻到澳门第一条嘅封粉红色嘅墙上面拍嘅片啦。都唔知仲有几多条啦，可以喺呢封墙后面拍片啦。今日咧就要拍我嘅新系列，咁呢个系列咧系咩嚟嘅咧？个名咧就叫做书中只有黄金屋个 friend， 未谂到，虽然前面出咗你又谂到名啦，大家知道啦，我过去一年啦，大家都经常误会我，就觉得我成日都呃同事嘅钱，但其实我真系冇咁样做过呢样嘢，我每次都系同佢哋玩游戏，有赢有输啫嘛，系咪先？全部人都赢唔到咩？又唔系，阿成其实系赢过200蚊嘅，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呢个游戏绝对公平，但系大家觉得好似呃人钱咁样，咁所以我决定啦，因为转型啦，新嘅一年咁，我今日决定啦，就问佢哋问题，答啱就有钱，答错咁就冇钱，咁唔使罚嘅。呢个全新嘅系列，之前直播同大家讲过，咁呢个系列其实本身就谂住喺条街度做嘅，嗰阵时谂住过香港啦，唔喺条街度做啦咁样，但系依家可能就未过到去啦，就喺公司做住第一集先，但之后会唔会有机会澳门条街度做？就系咁啦，咁依家就睇下规则啦。咁今日呢个新系列嚟嘅，我得我可以，冇问题。我想你而家伸只脚趾落个鼻窿嗰度，咁难嘅？game 好简单，我就问你5条问题嘅啫。OK， 咁如果你答中2条嘅啦，咁就100蚊。5条答中2条，系啊，就100。咁我答中4条咧就200。咁万一你答中晒5条咧，就1000蚊。系啦，答中6条咧就8000蚊。8000蚊。系，答中晒10条咧就50000蚊。啊，但系今日总共系5条嘅啫。我好烦，要你50000蚊。系啊 ，OK。第一条问题，我阿妈叫咩名？唔知道，你觉得我点会知啫？我阿妈都知道，喂，讲下先，热身热身啊！啊，不如热身你先啦，第一条热身嘅，唔关事。OK， 我阿妈叫咩名？家聪阿妈。啊，错咗啦，唔紧要，你都热身嘅。OK， 等先，等先，等我而家尽量投入到嘅贪钱啲先。第一条热身唔计嘅，唔计嘅。OK，OK，OK， 答中都有200蚊，第一条答中。OK， 你啊，你呢个朋友边个？黄华喎，系啊，你答唔答？你答唔系唔想答，真系唔想答。哦，唔想答。OK。但係嗰個咁嘅咧，勁係仲有啲智囊團啊，帶咗去經理人阿寶啦，仲有兔尾子，你知唔認啊？佢經理人兔尾子，佢兔尾子啊，兔尾子同大家四個 hello， 但兔尾子係真身呢位，呢一四一，哇！其實你 Coco 又可以有咁勁嘅兔尾子同阿寶做智囊團 ，OK？ 咁你啊，你個 IQ 題嚟啊，著跑鞋可以跑步，著爬山鞋可以爬山，著咩識飛？飛鞋好似唔對路。你要問下你嘅。智囊團，智囊團有咩？智囊團。飛鞋、跑鞋嗰啲。著咩識飛？著咩咯？咩咯？你話著咩識飛啊嘛？咩咯？哦。喂，著火點解？屎忽著火，跟住咪。卡通入邊都係咁啊！屎忽著火，成個人彈撚咗起身，飛撚咗上天啦！我都估到係錯。哇 ！IQ 題啊，著咩識飛？唔出大聲啊！著飛行衣識飛，嚇、啊！我又好似錯得曬喎，好彩你 IQ 題，係咯，屌你！我知道你咁樣啦，真。因為正常啲人一定會步入一種著咩鞋噶嘛，我就跳出咗呢個框框。啱啊，你跳得啱，啊，你跳出框。成日咁多電影，結果得出嚟就係著火識飛。我仲可以繼續答，你可以可以，俾一次機會你。我哋有冇認真嘅？我試下啫嘛，試下咁俾一次機會，俾一次機會。我都好想你答中，其實我都係當即音得嘅咋。著七 ，OK， 繼續，繼續嘛，飛拳，著咩識飛咧？雀仔，哇！頂人啊，咁好過你著火先啊，係好過我著火，但係呢個瞬間就唔似係你會考嘅題，只係著 Kilo 考嘅題。著咩識飛？你要唔要請教你知道？知唔知？知唔知？收咗，你兩個打錯，著草啊！著草啊！誒錯，開估啦喎，雀仔。走啊走啊！
係 IQ 走啦 ，IQ 題咁樣。嚇嘢啦！有識飛有好多可能性嘅喎。揾下，成字啱㗎，都係個方向得嘅。啱啊！你成字寫得好好啊，好現實嘅。現實你現實指咩現實？一定要答啱先有錢咯。哇，係咁樣現實嘅。我知你希望係可以好夢幻嘅，答錯都有錢。啱啦，啲咩？係答錯曬，唔曬你咁樣。呢個太無玩。最咩咧？最咩識飛咧？哇，好難喎！強調三個出嚟啊！強調三個真係，著火箭。第一個，再兩個。著火。誒，都有人，我個個人著火，係再講一講。喺度食字咁樣，大家喺度著嘅，著仔。哇！正確答案係著仔啊！哇！睇嚟唔可以俾你撞錯，撞錯。OK， 我哋睇條啱咗。哇！哇 ！OK。其實一直都知答案。高電啊！著跑鞋可以跑步，著爬山鞋可以爬山，著咩識飛？雀仔。喂，佢係有錢㗎，點解咁誇張啊？你哋？你聽過啊？冇啊！Oh my god！ 我必果然真係吸引到你誤解。你搣咗呢個最長嘅禮。喂，幫我整個特效都係啄咁樣，雀仔個特效最快嘅人啊！我哋有啲有深度少少㗎啦。OK， 睇條有深度啲嘅。OK， 請講出奧運 logo 嗰五個環嘅。顏色黑色、藍色、紅色、黃色、紅色，啱咗啊！哇，勁喎！呢排奧運啊嘛，我呢排有睇啊嘛，紅、綠、黃、藍、黑，哇！答錯啊！快，很準啊！兩條中咗$100，真係啊！真咁喎，我唔知咁喎，你煩神喎，多邊啊？冇撳$1,000出嚟死！六必犯之成老虎，哇！一路以嚟潛咗咁耐，再嚟多次，噔！好勁啊！紅係黃，綠係藍，係黑係五個嘛？係啦，係。哎，咁啊掂啦！係啦，咁啊掂啦！哎，咁啊兩條啦，我咪一嚿曬先。哇！多謝。橙色、紅色、綠色、藍色、白色，下一次都得。橙色，我啱先講咗咩？再答確定啊？確定撞嘅啫嘛，我都唔知啊。橙色係點撞出嚟？我喺印象之中有橙色㗎，會唔會你俾呢個吹變咗橙色？差唔多啱啊！正確答案係有藍色、黃色、綠色、黑色同埋紅色嘅，係冇錯。哦，有黑色㗎，有黑色㗎，第三題啦。以上啊，邊一個唔係喺3月14日發生過嘅事咧 ？A. 著名物理學家阿爾伯特·愛因斯坦出世。B. 英國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去世。C. 原舞曲之父老約翰史特勞斯出生。埋 D. 世界上第一部電子計算機 ENIAC 喺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誕生。熱鬧嗰日，好多年嘅3月14日，即係唔係同一年嘅。係咯 ，OK， 世界好大咁。OK， 我講得啦，我信心喎你。古詩咯，詩，嗯，係咩啊？咩圓舞曲啊？圓舞曲你有冇聽過先？冇啊。俾我學單車。咁仲有可能係呢個咩？我哒啦哒哒哒哒，係。其實我係詩同邊度抉擇緊嘅，因為愛因斯坦同埋霍金，我係有印象係佢哋係嗰一日嘅都係，嗰一日有啲特別事發生嘅，我記得。Okay, okay. 但唔似你嘅契弟咁陰謀啦，點解叫我契弟？sorry 呢個唔係 IQ 題，唔係知識題，佢以為你眼作啊嘛，霍金咯。你買一支豆條？咁好似未死㗎，死咗啦！我可唔可以知？死咗啦！跟住落完會唔會？頭兩個我都唔似喺一齊咯，因為後面嗰兩個我聽都冇聽過，前面第一個我見都冇見過。但係 D 你都聽過嘅。其實所有嘢我都唔係好聽。自由行失敗。A B C D 呢幾樣嘢，有啲咩係？呢個就係提示啦。我唔係啊，呢個傾下偈啊。B 咯。B 係咩啊？去世嗰個。霍金去世啊？最後答案。係。正確答案係 D 啊。世界上第一部電子計算機，咁啊呢樣嘢係2月14日發生。哦。D 咯，一係頭三個都有人名，就 D 咯。最後答案。D。Oh my god！ 正確答案就係 D 啊。真㗎？世界第一部電子計算機。係咪 D 都好啲？看唔到我變成第一個攞到你$1,000嘅人，因為咧3月14日又好似真係計算機嗰啲嘢關嗰啲事喎。但圓舞曲圓邊個圓啊？圓形嘅圓啊？圓形嘅圓。Oh my god！ 咁都被估中，好彩冇分嘅啫。如果係圓形嘅圓嘅話，真係好似有啲意思喺度喎。3月14日啊嘛。係啊。咁我估 D 咯，計算機咯。計算機。係咯。正確答案
係 D 啊！大家好，我識聽到，識聽到，係啊，無論三條咯 ，Oh my god！ 你會唔會答中係五條咧 ？Oh my god！以我覺得咧，佢出題嘅呢種邏輯咧，其實 D 應該係正確嘅，反而係 A、B、C 入邊揀嘅。但我自己估啊 ，D 應該係正確，佢咁奇怪咁特殊，咁反而佢先係啱嘅。咁我就博一個啦 ，C 啦，元武曲之父係啊，因為呢個人咧，我係完全唔知嘅。你前面講愛因斯坦、霍金，我識噶嘛？呢個人我係完全唔識嘅。當然啦，佢都係一個偉人嚟嘅，只不過咁啱我唔識啊，咁我揀佢咯，博下咯。正確答案啊，就係嗰個。我屌啊！世界上第一，我屌啊！只計算得失，俾真提示你喎，俾真提示，唔係真係好似借蛋黑市場人哋贏唔到噶，好似借蛋黑市場人哋贏唔到噶。其實都好簡單，前三個一 pack 嘅，跟住呢個就獨立出嚟。啊，唔緊要啊，你仲有兩條 ，OK， 有機會 OK。奧運，奧運你熟啦，我熟啦。奧運最早嘅吉祥物係咩？哇！選擇題嚟唔嚟嘅？哦，舞台，舞台。好台，依家我第一個嘅講唔正。A 係波斯貓，波斯貓。B 臘腸狗，咁分別。C 巴西龜。D 扁皮鴨，即係唔係扁皮鴨啦？點樣吉祥物啊？扁皮鴨？扁皮鴨唔會吉祥物。你扮啫，扁皮鴨吉祥物咁樣吊住。我唔係扁皮鴨，我就扮扁皮鴨。波斯貓，我都覺得似波斯貓，我有保留，因為龜兔賽跑好有意義嘅。我都唔正常。龜哦。其實咁多人入邊咧，點俾入最大機會？得波斯貓係冇咁好笑啫。係咩？臘腸狗好好笑都。臘腸好笑咩？馬式龜唔好笑咩？龜喎、啊，龜喎、啊，做咩笑啲龜？龜啱配落運動度咩？龜兔賽跑你未聽過咩？哦，冇啊，係笑佢，因為龜兔啫嘛。唔係喎，唔係笑佢喎。龜都成運動，欣賞到兩個零。龜頭都係運動，都係喎，都係。係嘛？你媽成件係朝見頭晚見面啊！啲龜頭食幾下瞓嚟瞓去，係啊，但我估波斯貓，我覺得啫，因為你話第一屆奧運啊嘛，我估啦，雅典啊嘛，又聯想到啲。埃及嗰啲雅典就叫咩鴨嘅？應該少啲咯。我估波斯貓啊，都係波斯貓。波斯貓。正確答案係 D 啊，天敵啊！哇，好難令人相信喎。正確答案係 B 臘腸狗啊！哎呀，臘腸狗。因為第一屆係1972年啊，喺慕尼克奧運上邊就用臘腸狗。第一屆係慕尼克。第一屆有吉祥物被承認咁樣就係慕尼克。起源地係咪希臘啊？係啊。我都覺得係波斯貓。希臘同波斯貓好似冇敵敵敵。係。八四龜係八四，八死啦！天哪，八四龜有問題啊！係啦，啲男生會傳染咯。我哋睇你第四，我排緊成啦。八四龜，阿成啊，攞只後兩塊。八四龜，八四龜，八四龜，唔係鴨啦，即係冇鴨魚鴨。真係冇鴨魚皮鴨咧。咁上一屆奧運嘅吉祥物係咩啊？上屆佢都唔係真係動物嚟㗎，好似係啲公仔。係公仔設計嘅。個皮鴨其實可能性都好大啊！我想講。我都覺得。俾提示你啦，正式有呢個吉祥物嘅奧運會啦，1972年。咁咩用啊？我唔係透露邊個國家舉辦㗎？透露邊個國家？智囊團好嘢。唔可以。哎呀，你透露啦！透露啊！透露一個字啊！慕尼克係咪德國㗎？係啊。慕尼克喺慕尼克舉辦嘅。好似舊代啊，佢而家慕尼克。慕尼克係啊係啊。變皮鴨嘅喎。點解變皮鴨啊？喂，嗰花式龜有幾似喎？臘腸狗都吸引，臘腸狗，扁皮鴨最吸引，係真同我，得扁皮鴨食得，真係好有意義喎！龜兔賽跑呢個故事，我覺得第一個好特別嘅喎，吉祥物動物嚟講，我都覺得係狗咯，狗咯就，臘腸狗，臘腸狗啊，最後答案，臘腸狗，正確答案係 D 扁皮，真係咩？係 B 啊，臘腸狗。我估啊，我估啊，奧林匹克係雅典娜嗰個時期落嚟噶嘛，女神雅典娜奧林匹克，佢同波斯有啲接近啲，所以我估你應該係波斯貓。正確答案係 B 臘腸狗。屌！即係嗰陣時已經有臘腸狗啦。臘腸狗，大佬臘腸狗有啊？我真係唔知喎，撞咯，巴西龜咯。你唔估邊味啊？唔估邊味啊？我俾提示你嘅，唔係咩啊？巴西龜咯。最後答案。巴西龜。OK。正確答案是 B 臘腸狗。啊，咁難嘅。有一條，咁呢條我覺得你唔答咧，可能你都想了解一下，就算冇錢你都想了解一下嘅。咁誇張，係啦。以下邊一個國家？加油啊 ！OK， 以下邊一個國家嘅一夫多妻制仍然係合法嘅咧？哦 ，OK。A 邊個國家都合法？你嚟啊！摩洛哥。OK。B 毛里求斯。哦。C 特尼斯。哦。D 以上皆是。發現到啲嘢，入邊只有摩洛哥嘅美音係唔一樣同㗎。
哦，係喎，呢隻雞屎咧，特登嘅，唔知你特登陰謀喺度諗菠蘿糕係咪？我唔知，佢有個聯想力幾好。好奇喎，咁樣諗到。捉呢啲細節，以上皆是。以上皆是。根據第二題、第三題嘅經驗咧，應該係以上皆是。D 咯。以上皆是。系咯，確定大學都應該係咁。但呢個唔係大學。好吸引啊！呢、這個 D 係咯，菠蘿糕係唔係咧？菠蘿糕又係邊啲咧？菠蘿油我聽。係咯，菠蘿糕油就擦頭髮聽。有啊，擦頭髮。擦頭髮即係好多女人啦。啊！呢、這個推到派，你每一個字我都係當係真嘅。啊 ，C 就完全部都中喎。但菠蘿糕係唔係咧 ？D 咯，我試試佢咯。D 啊 ，D 咯 ，D 咯。正確答案係 A 菠蘿糕。玩嘢喎、啊！你啲題全部陷阱題嚟嘅，好陷阱啊！我真係白長狗都掂陷阱啊！正確答案係 A。哇！驚死人啊！哇！有機會，我仲叫人碌邊係會一嘢。但係三題好勁喎，頭三條係嚇親人。喂，有冇人攞一千蚊啊？冇。其實我都可以爭啲。其實你同大家兩百蚊哦。係啊係啊，你爭啲兩百蚊。如果可能你整多個唔係其他，我都可能真係考慮下。通常啲大學嗰啲咧，唔識嗰啲咩三長一短、眼一長嗰啲咧，係、我就咁。所以有少設計過，但你都好勁，因為有人嚟一睇答唔中，你知唔知啊？邊個啊？阿成。哇！阿成一個，你都叫答唔中。正確答案係 A 菠蘿糕。真係㗎？係啊係啊，菠蘿糕。好嘢。好嘢，哇！但係都幾好喎，哇！菠蘿糕都贏。啲啫係，我都一百蚊。菠蘿糕真係好多女人啊，證明，因為攞嚟搽頭髮啊。呢個邏輯真係不愧為智囊團。邏輯之王。但你唔信佢哋喎。我冇唔信啊。哇！但都好為恭喜嗰個啦，成。耶！係佢有史嚟我嘅片第一次。係啊。可能一陣間 cut 機就會收走。我唔會，你放心，依家收佢。你都好多痛苦回憶㗎，嗰啲姚家峰靚仔嗰啲。好開心喎！佢而家唔知曬都唔叫我。開心拎住一百蚊，恭喜嗰個，多謝聰哥，多謝手下留情一百蚊，下次繼續揾你，好，掂 ，OK， 拜拜，耶，即係特登菠蘿糕零零星星特別啲喎，聽落去啊，我哋冇聲嘅，但你呢個邏輯係啱，我哋冇咁樣諗，但你邏輯係啱，你唔相信自己，係啊，我知你特登陰我嘅你，冇啊。太過不相信人，係啊，都係我唔用魔術師身份，我今天真係諗住我呢排賺夠，想大家賺下。太過不相信人，喂，但係豪啲都勁，我答到三題我都超乎我自己想像。係啊，我成一題唔做啊，做乜玩食啊？橙色墮垃圾啫，俾咗啦嘛，俾咗，多謝啦，多啲錢啦，多謝。喺呢個經濟情況之下，你都仲真係好難，都辛苦嘅，雪中送炭，本事莫由天定，真係係啊。其實係咯，我個諮詢其實都唔錯啊，其實好勁 ，OK， 多謝豪啲 ，OK 係啊，呢個就新系列嘅第一集啦，咁樣幾好啊，出到嚟嘅結果同我上中差唔多啊，即係我唔希望大家答唔到，亦都唔希望大家答中曬，因為答中曬咧我都好大鑊嘅，感覺都唔錯，新系列啦，睇下大家有啲咩意見啊，或者睇下做得好定唔好啊，大家可以試下留言，等我哋知道啊點樣可以做得好啲，或者之後都可能需要啦，大家可能幫幫手啦，提供一啲問題，因為揾問題其實都幾難，但我想講揾問題難之餘咧，我仲發現咗啲問題就係上網揾咗啲嘢，跟住咧好多時候咧都係漏嘅，即係你。fact check 完之後咧，你發現哦，原來唔係呢樣嘢咯，淨係嗰個咩一夫多妻制嗰啲國家咧，揾完啦，跟住好多內容牆咧，全部都係流嘅。佢仲講埋有啲咩國家係直頭強制要一夫多妻制，幾個 post Google search 都係有嘅。跟住後屘你再走去維基睇咧，跟住完全唔係呢樣嘢啦，佢已經冇呢樣嘢，所以大家真係上網時睇到資料咧都要小心啲啦。喺呢個過程我發現咗，就咁樣諗啊，多謝大家。咁同埋呢個系列咧，知道個個就之後咧，其實都會喺澳門啦或者香港條街度啦，咁就隨機揾啲人啊，咁就問下佢哋問題咁樣，大家到時有興趣睇下有冇機會可以撞到我哋。多謝大家，再見，拜拜。大家睇完片就記得留言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，拜拜。